是不是今天我能够看见你荣耀的彰显？是不是今天我梦想实现，能与你面对面？我在等，我在等，夜晚虽然困倦，却难以长夜。我在等，我在等，神啊，你复兴的日子是哪一天？是不是今天别人的见证，我也亲身体验？是不是？是不是今天是你圣洁，全然被你改变。我相信你的真，但对你的认识却非常有限。我渴望神啊，求你荣耀降临，彰显荣面。你对亚伯拉罕起誓绝不隐瞒，你向摩西施恩，面对面的交谈。求你也向我施恩，能认识你的真，你却不偏待人。我早晨夜晚每天都在等，我在等。是不是今天我能够看见要的彰显？是不是今天我梦想实现，能与你面对面？我在盼，我在等，夜晚虽然困倦，却难以成眠。我在盼，我在等，神啊，你复兴的日子是哪一天？是不是今天别人的见证，不再是听别人的见证，我自己也有见证。Don't only listen to the testimony others of others. I will have my own story to tell as well. 因为我认识神，遇见神。Because I've gotten to know God and to know Him.却非常有限，我渴望你出现，神啊，求你荣耀降临，彰显荣面。你对亚伯拉罕起誓绝不隐瞒。
你像摩西时代面对面的交谈，求你也像我时能认识你的家，你绝不偏待人，我早晨夜晚每年都在等，我在等，我在等。你对亚伯拉罕心事却不明白，你向摩西施恩，面对面的交谈，求你也向我施恩，能认识你的真，你却不偏待人。我早晨夜晚每天都在等，我在等，我在等。你对亚伯拉罕心事却不隐瞒，让神也是跟你这样亲近，感情那么亲密。 Let God be so close to you as well. To have such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来到把你也当作朋友， May God regard you as his friend. 你也真的喜欢亲近神， That you long to be close to God sincerely as well. Amen. Son of God.早晨夜晚每天都在等，我在等，我在等。你对亚伯拉罕心事却不隐瞒，你向摩西施恩，面对面的交谈，求你也向我施恩，能认识你的真，你却不偏待人，我早晨夜晚每天都在等。